场上滑冰，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冰场上好多人，感觉每一个人都很专业，都会滑，除了像我这种滑两步就摔了。作为一个东北人，我现在觉得有点羞愧。越滑越快了，厉害了！别提醒速度这个事儿，没回去我给你1.5倍速度播放。你可拉倒吧，我也没看出来。真假的？哎，我感觉比我还笨。哇，那个哥哥会转圈儿在那儿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拍下来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是这样啊。哎呦我！还有 barbecue 的。对呀，啊，我们在那儿艰难前行，他们那在那边享受烤肉。我们是今年第一年买了冰鞋，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室外就滑冰场，就是在我们社区里面的，就是室内冰场，一周可以免费去滑几次。之前我们去滑，但是鉴于那里面专业选手太多，那么这个我们这回我们就去了我们市中心的这一个挺大的滑冰场。现在这块是一个大的那个广场一样，这边还有就是像一条滑冰路那种。我的天哪！这个冰场太加拿大了，因为这个我以前看过一个加拿大的电视剧，就是叫什么我已经忘了，因为加拿大电视剧不太多，但就是这一幕跟这一幕一样，就是冰场大家都是滑冰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边上都是松树。哎呦我的妈！试一下，我腿动都动不了。尝试一下，你可以的，你已经滑挺好了，尝试一下。哎呦，不行了。左右，来。嗯呐，厉害了。再来一段，采访你一下，摔了什么感受？还行。嗯，还行，主要是我慢。你都能自己撑起来的，厉害的。有点站不起来。你这不站起来了吗？厉害了，棒棒了。再练一练的计划，你可以的。哎呦我天哪，不太行。我作为一个从小连搓滑都不敢打的人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张武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张武，我感觉从来不鼓励小孩做任何体育活动。那是国内的问题，那不是你们张武。真的是我们张武的问题。国内哪儿都不鼓励。小的时候冬天我们体育老师带我们踢球，
都不让在学校里面踢，所以要领着我们到那个公园里面广场上空地上踢球，学校不让踢。学校为啥呀？不鼓励你踢球啊，怕你你在学校里面踢球受伤了什么的，还得找学校。回家。回家。回家。小孩儿，小孩儿滑老好了，可是像小人似的。怎么干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别把我带拽了，走。太小孩滑的。嗯呐。做个红豆粥是一样的，这个鲜枣可能会那什么，有点那什么吧，在家可能做不了。我下周我打算尝试一下做奶盖，你喜欢喝奶盖茶吗？你不喜欢喝奶盖茶，我超喜欢喝奶盖茶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热的这个真的是有点像红豆粥。张文文，你的元旦过得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嗯呐。咋的？嗯？那咋的呀？他的帽子戴歪了。拜拜。